敬爱的长官、嘉宾，以及一直以来支持我们七四艺术中心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谢谢。今天是2022年10月30日礼拜天下午2点钟。那么我们七四艺术中心呢，已经是第36档的这个开幕茶会了。那这次的主角作者是陈和廷老师。今天的主题是现代的生活罗汉。那我们今天是他的开幕茶会暨记者茶会，首先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看到大家这样子来支持我们啊，拥护我们来参加，热情的参加我们的开幕茶会。那时间也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2年10月，在2个月就把2022给要度过去了。那不管过去是我们多么艰困的一个环境，但因为在这个我们已经把它挺过去，代表我们未来2023将来一定会更美好啊，更大家更圆满啊，谢谢。那么我们现在呢，要首先来介绍我们的长官。好，我们长官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支持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国立历史博物馆主秘徐天福先生。那夫人也有来，谢谢夫人今天的到茶，谢谢您。还有以及台湾美术文化交流协会杨理事长，谢谢您。以及我们台中市直辖市雕刻职业工会的理事长赖松廷先生，谢谢您。接着介绍的是我们七四艺术中心的创办人李文武老师。还有以及我们的今天的作者陈和廷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四艺术中心的秘书刘秘书，很荣幸来担任今天的主持人啊，谢谢大家。紧接着介绍的是我们的来宾，我们来宾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嘉宾。每一次的茶会，如果没有你们的到场来支持，我们相对的就会相形的失色。所以你们就让我们，你们的到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支持与鼓励。那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那首先介绍的是台中市直辖市雕刻职业工会的赖理事长的夫人，谢谢您，谢谢你的到来。以及台中市直辖市职业工会的张秋玲秘书长及他的先生，谢谢您，谢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台中市石雕协会的张文燕老师，谢谢您。夫人也有来，谢谢您。以及台中市直辖市雕刻工会的陈顺旺老师，谢谢您。介绍的是台中市雕塑学会的廖树前秘书长，谢谢你的到来。在后面还有夫人，夫人也谢谢你的到来。以及夸克数位的张正勋经理，谢谢你的到来，谢谢。还有佛祖心杂志王国华总经理，谢谢你的到来，谢谢。以及我们非常这个难得一来的这个正旦行的总经理陈胜仲先生及夫人，谢谢你们的到来。那么接着介绍是我们南山人寿的冯翠珍经理，谢谢您的到来。还有这个爱多美的经销商这个蒋云婷小姐，还有陈和廷老师的这个好朋友黄富喜先生，谢谢您的到来。以及我们非常重要的媒体大哥骆志雄大哥，来为我们今天为我们录制节目。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那眼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春去秋来，我们的岁月如流啊，总是有点感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很勇敢的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首先要邀请的是我们的长官，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主秘徐天福先生来为我们致辞，谢谢，请掌声鼓励。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我们七四空间的文武兄，创办人，
我们中部雕塑职业工会的赖理事长，我们今天展出者陈和平老师，还有美术教练区我们的兄弟杨理事长啊，我们正好陈总啊，各位二号艺术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很高兴在111年三个一啊，10月30号光辉的十月啊，来到我们再度好，各位听，来到我们七十艺术空间，参加我们七十艺术空间的压轴的一档，应该是这是压轴的一档吧？你看看，好，应该是大概两个月一个档期，这个档期应该是压轴的好戏在最后面一档哦。这陈和平老师，今天是最后压轴一档，是不是？对的。今年2022的最后一档。压轴，我们一般来讲压轴就是什么？最好的好戏了，都压轴了，对，所以今天呢，有特别，因为七十空间所邀请的艺术家，一年只有六个，好，两个字。不好意思，那再高一点。好，收音。只有六位，所以千挑万选才能够选出来六位哦。他到现在几年了？六年才30几位哦。然后六位里面就是压轴的，是这样。好上加好，到这加好，对不对？掌声有，鼓励鼓励一下，来，哎，好，真的，我来看了一下哈，今天是好日子，10月30号，我是75年前的今天出生的，75年前，今天，我今天，为什么？好像你应该随便60岁，谢谢你日行一善。我是还差点健康的出生的样子，有可能47，1947了。我民国36年农历9月17，刚好换算国历是36年的10月30号，换算国历了。但是后来因为老人家的登记说都是按照农历的登记，所以我先生日是9月17了，真正的应该是国历是10月30号。所以今天呢，一夜无缘啊，跟这个陈老师一起，各位谢谢各位，欢迎大家。真的压轴的就是不同凡响。我看了陈老师他的作品啊，他等于说是他是石雕出身嘛，对不对？石雕、泥塑、雕塑，我们中部的雕塑协会的作品非常的，在全国来讲说非常的非常棒的哈，比北部、南部的还棒，尤其中部雕塑协会。向心力、凝聚力所产生的会员里面，各个级这个艺术的非常的精湛。我看到老师的展览哈，人物不管是小孩子、和尚、和尚上、小姐、具象的，还有半抽象的，哈，真的，你不管是塑的或是雕的，惟妙惟肖，哈，这个把我们社会生活的百态，通通能够表现出来，尤其是呢。在这个表态之间，面姿态的掌握，面部表情的刹那间，你要把它掌握出来，你才能够雕出这么活灵活现、这么生动的一个表情。因为人的表情是千变万化的，在那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一刹那之间，你要眼睛非常密，好，然后头脑非常清楚，然后呢，把那个印象把雕抓住，停格在那一个一秒钟里面，然后把从停格的印象呢，整个用自己的这样双手雕，不管是雕或者塑，把它真的展现在自己作品上，哇，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比一些木雕家，比一些是这个纯粹的木雕或者泥塑家，他能够把这个刹那间的表情、姿态，尤其是应该小孩子喝水可以感觉那个姿势。好，那个灵活的程度，就像我们真的就我们将这种形状啊表现出来，好，真的很不容易，刹那间的掌握出来，把它能够呈现这些生活百态，我们就是生活百态。就各现在各位的姿势，有的翘腿的，有的是这俯胸的，怎么各种不同的生态都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人生的社会的一个很写实现象啊，能够用他的技艺把这个。审美的观念，好，把它能够附着在他的作品里面，给予他们生命，是吧？这个要非常的
非常非常不容易捡到哈。所以今天呢，看到这个陈老师，我是不好意思，我是今天好第一次哈。他比较保守一点，不是有些意思就会比较，哦，在那活跃的，他是很内敛的，哈，很保守的，哈，他那跨栏子在那勾一勾呀，对不对？哈，不善于自己，很多艺术家不善于自己的，哈，行销啊，赶快拍，夸说直白一点，不会做行销的，哈，有的很会做行销，有的像这陈老师就是非常内敛的，哈，今天我看他讲话都是很害羞害羞的，然后我内是。不是，是内敛，不是病死，是内敛。好，从他的作品，下面又可以把作品呢呈现发扬出给大家看，大家来欣赏。就是他这个内心的世界，还有他这个做这个，今天各位看到这么好的、这么惟妙惟肖的一个真正的表情，对不对？喜欢带回去，带在家里客厅，每天看到他就欢喜，就快乐的。哦，艺术品会增加生活的这种品质、品味。好。什么东西是喜欢的？夸黄也加的干也，他们很舒畅的啊，这是好的艺术品。好，啊，所以各位喜欢带回去，我家也有一些了，啊，不是他的啦，是别人的。啊，我看了喜欢嘛，对不对？啊，就可以再欣赏。今天呢，在这个实际上都是最后压着一档哈，陈老师来展出，真的非常的这个值得来大家来欣赏哈。今天也许我们就杨理事长哈，我们的老兄弟，还有我们的理事长，大家我们台中雕塑的那么好朋友，老师这样，他人缘好，就是好，大家才会来共同来支持哈。今天希望这个很高兴，才能这个身份，这个祝我们所有的来宾呢，这个。就先祝我们陈老师展示成功哦！这个我们吴永秀啊满坑产，而且这边展完以后，还有好几个地方不全部展了，不止一个地方哦，还有四五个地方哦。好，然后他们来宣传，我不要宣传，他们讲比较实在。四五个地方，什么摘星楼啊，什么这个出张所啊，还有益德洋楼啊，啊什么南坎哈，南坎那边哈，那都有，所以说。一巡回出来哈，一定是这个满堂展是成果丰硕，一直说实在，帮助我们的艺术界推展我们的艺术，让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美满啊！最后呢，我们就展出成功哈，祝各位来宾呢，疫情平安，自己还在哈，平安喜乐，谢谢各位，祝福各位。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每一档都会出席我们的这个开幕茶会的这个徐祖密为我们支持，他总是给我们很带来很多的鼓励跟正向能量。那我们其实艺术中心到目前为止，从2016到2022也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不断的在艺术美学上做推广，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创办人李文武老师，他很努力的，虽然在疫情期间很难去这个推广这个艺术，但是他还是很有心的在继续的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那紧接着介绍的是我们台中市直辖市雕刻职业工会的理事长赖丰廷理事长为我们支持，大家请掌声鼓励。好，这个我就不好意思。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祖密，理事长，还有李大雕刻师哈，陈和廷，我们的前辈，真的是前辈的啊！我很高兴今天能代表雕刻工会来跟我们前辈这样子看他的作品，看起来不像啊，不要说年纪，真的有功夫在，今天我就预祝他成功圆满，他对的雕刻界真的贡献颇多的。还有这个像这种宣传，我认为还是宣传的不够，一般我们接受的这个讯息好像比较少，我们真的需要跟那个这样杂志社或什么多沟通。谢谢，预祝你成功圆满，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赖理事长给我们的建议，他说的没错，要在艺术推广这个还算是一个小众，那我们的这个努力是还有待加强的空间。但是我们七四艺术中心呢，其实已经在脸书经营很久了，目前我们有脸书，有这个官网，有三个，有粉专、社团、YouTube， 我们不断的在推广。当然，在公部门那一方面，我们也是在台中市的艺术亮点文化报报都有在推广这一部分，但是呢还有这个相关媒体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在努力，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往这一方面再推广。那接着介绍的是我们的台湾美术文化交流协会的杨志文理事长，我们邀请他来为我们致辞，谢谢。理事长杨理事长非常的客气，来就是鼓励，就是肯定，那我们感谢他的到场。那紧接着介绍的是我们七四艺术中心的创办人李文武老师，那李老师也是台中市雕塑学会的前理事长，那目前自己在城乡这个艺术这一块呢已经通过了传统工艺的技术文化保存者，那我们先掌声鼓励工美学这一块，他是非常努力在推广，一直在挖掘新星，那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力量，绵薄之力来挖掘新星，让大家看到更多艺术家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发挥他们的专长，把他们作品呢给奉献给就是让大众能够来欣赏。那我们现在以隆重的掌声来邀请李文武老师来为我们致辞，谢谢。今天来的真的大家都是我们这一边的贵宾啊，非常感谢你们的来到哈，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差很多哦，连来参加的人口也差了很多啊，你们能来到哈啊，我非常的感谢，谢谢啊。那我们其实是艺术中心哈，一直来的秉着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这一个这个执着哈啊，我们在一直在为艺术家来策展。其实我们策展的地方哈，目前已经将近10个地方了，会越来越多而已哈啊，连国外也都有了哈啊，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啊，帮像我们陈老师哈，以后有机会也会安排到其他的各展点。现在目前已经有安排有3-4个档期的展览了，然后有机会国外的部分也会继续去安排哈，我们会努力的一直在拓展哈，一些的展点，其他的这一些展点都是古迹啦哈，像云林那一边也有哈，台北。现在目前的台中市的旧的那个旧的市政府哦，那个就大了哦，那个可能是4000坪以上哦，那个要展览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哦啊，那个现在我们那个国际人文这个集团已经把它拿下来哈啊，以后也会长期的在那一边在策展，这一些各展点的策展都是由我们七十四艺术中心来策展的哈啊，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哈，也为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艺术家哈有安排这么多的展点哈，让这些平台让这些艺术家也有机会的在曝光他们自己的作品，我们七十四艺术中心哈，已经6年了哈，来这边只有一次机会而已，其实各点也是一样，每一个点都是一次机会啊，我们的目标是网罗全台湾很多艺术家，在七十四艺术中心让国际知道我们
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艺术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让国际知道台湾不是没有水准、没有文化的地方啊，让大家知道说哦，台湾有这么多艺术家在台湾啊。当然是我们要认真去推广啊，政府没有做的，我们私底下我们能做的，我们会尽量努力在做啊。非常感谢啊，大家能拨空来捧场啊，来为我们74艺术中心，为我们陈老师来鼓励啊，谢谢大家。谢谢你的光临，谢谢。刚刚李老师有讲到说，我们的这边除了74艺术中心的展区，这是实展的这个地区之外呢，我们在台中有一德洋楼、无期文化出张所、丰原顶街派出所，以及摘星山庄还有就无期文化出张所。那在北部地区有南卡儿童艺术村。那刚刚有谈到了台中市政府这个区块，现在目前已经在着手的在进行了。那国外的展区现在目前也是，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这一个区块啊，台湾并不是文化沙漠，我们其实是非常的这个人才济济，是非常多的。那我们这一块是慢慢的在挖掘，有一些他没有被看见的就像陈老师这么质朴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挖掘出来，让大家看到他的好作品。所以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的作者陈和丁老师来为我们讲几句话，谢谢。各位好，我是陈德铁委员好，杨理事长好，赖理事长好，李老师好，忘记了，徐祖密好。因为我两年前是压班的，所以说压班都很习惯。他就说我简单自述一下我创作过程。我创作过程差不多也快要40年，中间的中断到10年，因为一些因素。啊，到最近这十几年才，难怪我都咬起来，突然就走回正途了。他很专心在做各我的塑造或者石雕。会有陶瓷，我的作品就是现代的生活罗汉。生活罗汉呢，他会有的人会迷失，是不是跟佛教有关系？其实都一点关系都没有。简单讲，生活罗汉的话，去掉生活的话，罗汉就是人讲罗汉卡。罗汉卡就生活，就加上生活这两个字的话，现在生活这个现在的生活这几个字，就说现在我们。各个都是在下，大家都是一个生活罗汉，每个各司其职，职业都不同。我所表达的作品，你看有些喝酒的啦，还有拿铃铛的，还有那个祖孙情那个有没有？就是时下以前乡下长大嘛，后里那边乡下长大。我那时候我们常看到一些，就是说那时候都是农业社会嘛，有看到有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家庭不好的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话，都要兼到外面去打工。我们现在都打工了，去买几罐米给他补贴家里。你像那个喝酒那种东西，那个的话，有点规劝，就说现在强调嘛，喝酒不开车嘛。有的就工地的地方，我有看过很多，有些工人很累的话，有没有保利达、保利达加汽水、可乐？就说就有点劝导的意思啦。你像现在那个祖孙情啊，我介绍的说，他是现在都是隔代教养，不是给阿嬷带，就是给阿公带。这个阿公哦，我坐在那拿扇子在乘凉嘛，可是他耳背，你要听下我，就是他手要举这样子。加上那个小女孩就跟他打招呼说：“阿公啊，下官啊。”他说：“哈，你在讲啥？”我在说含义是这样，比较浅显易懂。我就说我那个像那个。
四季的话，我以那个简单的女性躯体的形象比较好表现，以颜色来区分春夏秋冬四季，所以说颜色各国的不同。啊，像就是说你我就是说当初我两年前要展的时候，有做那个茶商，我的茶商跟一般的茶商不一样。一般的茶商我们看到的是好像罐子这样子，有没有像酒瓶这样子？它只是有盖子而已。我的茶商不一样，我的茶商里面还有一个软垫，它可以完成密封。因为我这是属于那钧窑钧红系列，它上面就是下面的瓶子是钧红系列，上面都要随意发挥。所以取十二神兽，以那个天干地支来界分这样子。啊，他我这个这十二神兽的话，我做的时候都是以纯陶土，有没有？没有加化妆土，有的那些哦，烧到1280度已经石化了。不信，等一下拿个那个比较敲敲看，不一样。啊，它这个可以，我的茶上是可以储存那个咖啡或茶叶。你如果买茶叶的话，剩不喝的话，把它放在里面放个一个月，让它发挥加成。其实人家讲说有一点红外线的效果了。啊，可我是也是算是我只做两组，当初做这两组的时候，毁掉很多了。啊，所以说我只做两组的话，我就是说帮得很实用，也可以当做艺术品欣赏。啊，我的意思都是跟别人不一样。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外面的起伏啦、思乡旗啦，还有那个斗鸡塞啊，这些都是斗鸡塞，一般的都是讲说是厨师嘛。啊，我就想厨师大部分哦都要试吃嘛，啊，都用夹个大块起来嘛。啊，厨师的话都是啊都大块的人，那个我做出的脸都比较可爱，有那个笑眯眯的这样子啊。这是都是我以前呢，我在花莲待过十几年看过的，穷的、贫穷的、有钱的，什么都有了。这是大概都是我创作的理念啦。啊，未来的话，这个圣奥罗曼的话，也是要持续下去，因为还有很多要做，还没有做。因为目前我在家里还有做两尊还没有完成，那是想要归到明年去。明年在无锡那边展，然后甚至我明年在普鲁顿还有一个联展。因为这两个档期就是说很接近，因为最近就是我父亲的身体比较好一点，我才有那个心情在做。之前在请李老师照相的时候，你看他相片是不是很瘦？现在在捧着。啊，就是说家的老人啊，都是身体好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因为我跟我爸爸照顾我爸爸，就睡在旁边，他有一举一动，我马上写哇，这两个拍捆。哎，有时候。想睡睡不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头脑会自责，想一些有关我的作品的题材。啊，我要想想，我会筛选，一次要出了四五个啊，我会筛选哪一个我觉得要先做。如果你不先打出胚的话，一下子的话，第三天、第四天都没给你了。就是说我的创作历程啊，很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的个展。谢谢大家，还有更加谢谢李老师，谢谢。谢谢我们的作者陈和廷老师。大家听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就可以知道陈老师本身是非常的孝顺，用孝顺来做出发点，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人生百态，我们的社会生活形貌。通通都在他的作品里面做展现，他的作品非常的朴实，不浮夸，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的叫做真诚。好，那紧接着我们要介绍是我们刚刚才到的这个谢黎元西元，我们请他来为我们致辞，谢谢您。来，谢谢您，摆吗？这抽空，来，谢谢，拿着。哦，谢谢我们淑仪哈，美丽的小姐。还有我的好朋友，我和李老师哦，70年来的最后高见，虽然前面40年，所以的展览我就要在外地照来。今天很忙，非常忙，非常忙，前几十天20几天，所以我先叫我女儿先过来问候，然后随着赶过来。一般很少两个
两个主角都来了，我们两个主角都来了哈。哎，李老师嘛，祝贺哈。还有今天的主人哈，啊，陈老师哈，哎，大师大师，还有理事长哈。不好意思，工作室不要叫大师，我都叫大师，不要习惯，因为对艺术方面喜欢看。喜欢看，但不会做了哈、哦。所以大家就要攻的话，我们才会攻杀回来。六宫见底，我就好攻。那攻也是，我想还蛮大，我要听也要看哈、哦。啊，今天李老师这那么多人办这个哈，三四十年来，今天为着这个是故事作者，他的一些雕塑可以收藏，所以他把这地方提供出来哈、哦。我们这说到嘛，台北交警，我们就说提供出来给很多啊、大师级的啊、哦、一些艺术创作者哈。哦来提供展览的场所吼，我看大家吼有闲在遐看，我刚好住在这附近啊，这七路旁边，我在十一路哈，所以我有闲过来遮看，看咧搞心情真好，大家气质嘛增加开点，无但是我这气质拢无偌好，只敢走摊吼，哎，分散时事我忙，哎，分散时事在小姐过吼，所以当下哎来遮我啊，还学习了这款物件吼，非常好哈，所以今天。我看不下去了，第一次看两个，第一次看两个，非常感谢，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了，如果需要我服务在文化局方面，我想文化局还是一人在管的，文化局方面有需要我们出面的话，争取啊，干什么等等，我们已经协力为我们艺文界、艺术界的好朋友来帮忙协助，最后祝今天会长圆满顺利成功，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谢议员这样子为我们为民喉舌，的确是文化需要这个我们的长官多替我们推广，因为光靠我们这个个人力量真的很小，那希望就是长官们能看到我们的努力，也多为我们争取一些帮助我们在艺术方面多推广哈，谢谢议员来给我们支持，谢谢。那么最后呢，我要插播一下我们的陈和平老师的现代的生活罗汉，他的展期是10月25号到12月25号这个最后的压轴档期啊，这2022年，那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常来。那我最后呢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那就是我们很有名的这个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用特写看人生，人生是悲剧，用长镜头看人生，人生是喜剧。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它小事扩大化，我们应该用长远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艺术这个区块，其实它就在生活里面，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其实都跟我们息息相关，它并没有离我们太远。所以呢，有空呢经常欢迎大家经常有空呢就来我们七四艺术中心这边赏艺喝茶，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在这个美丽的周末假期呢来参加我们的茶会，现在我们茶会就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莅临。那么最后有准备这个点心茶点，还有这个陈老师等一下会介绍他的作品导览，那欢迎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赏艺，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非常感谢哈，感谢俺谢林远谢议员呐哈，伊即摆吼在传承哈，马英八囝要选咱家的这个市议员哈，来祝贺伊吼，顺利来传承哈，来动算哈，感谢哈，谢谢。我过来感谢哈，我来祝贺哈，咱台中市雕塑协会哈，这个咱廖秘书长哈，伊即摆过来要接咱的迄、那个。台中市雕塑协会这个理事长啊，恭喜你啊，顺利来接咱的迄个台中市雕塑协会的理事长啊，非常感谢你，谢谢。